出入口很平稳、很平滑以外，它的服务态度还有服务的品质都很好，服务人员也会不定时的问你需不需要帮助，很贴心的那种感觉。最友善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服务人员的一些跟客人的互动吧，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客人，然后他可能有不一样的需求，可能是老人、小孩，或是比较不是那么便的人，那我们会主动去询问客人，看他的需求是什么，可能需要帮他拿饮料，或是需要帮他夹菜什么的，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会主动去做。在这边哦的硬体设备啊，已经是不太能够去做更动了。不过我想哦，硬体设备不足啊，可以用借由那个服务的这部分，就软体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补强。对，因为有些客人可能行动不便啊，他不方便自己取饮料或取沙发，这个时候我们服务人都可以主动过去询问。逗留室，与你一起体验友善。